Hi, fourth graders，四年级的小朋友，我们今天要来复习 phonics。我们这一册 Dino on the Go Four 第四册的所有 phonics，我们来复习一下。好，首先是三年级学的很简单，A E I O U 母音对不对？好，pronounce 再一次，哎，哎，一，啊，二，好，这五个是三年级学的母音。好，那四年级，它呢，做个变化来，往下移。好哦，来，它就是呢，有个 silent e，字尾不发音的 e，silent e。然后呢，这个 e 前面又跟这个原本这个 ae 这个字母又空一个字母，就是说它中间有隔一个字母。好，那你还记得怎么念吗？就是发 ae 这个字母名字啊，ae 这个字母它的名字是不是叫 ae？好，我们26个字母，我说每个字母有它的名字，叫做 A E，好，就是发 A E 这个音。那这个原本是 A，那现在变成 A space E 是 A E，这个原本是 A，E space E 变成 E，这个原本是 E，I space E 变成 I，好，就字母 I 这个音 I，那这个原本是 R。好，那 O space E 就发成这个字母的名字 O。那这个是二，那 U space E 就变成字母 U 这个音，对吧？想起来了哈。好，那再来，我们来看单字。哇，这么多单字，可是其实你把规则都记下来，你就会都会念了哈。好啦，那先来点轻松的、简单的。好，这个，hat，hat，hat，cap，cap，好，意思老师不要再讲了哈，让你们看图片就知道哈。pet，pet，peep，peep，kit，kit，art，not，not。Up, hop, a tub, tub. 再一次，a tub, tub. cut, cut. 好，这是三年级学的。简单，好，现在我们来看下面这个是四年级学的哦。那现在老师把这个，好，你看我把这个所有的单字，就是我们这一册的哈，phonics 单字全部给它弄乱乱，弄乱乱。那看看你会不会念。这个
tube tube 啊 ，u 嘛 ，u 啊 ，tube。Hope, hope, oh, hope. But ache, bake. 中间 a, bake. Oh, 这个字比较难。Chinese. C H ch ch.I China is knees. Oh, 再一次分两段。I China 好，老师用荧光笔画起来。好，后面这一段 knees knees Chinese. Oh.Rose, rose. Pipe, pipe.好 I cake cake A好也是一样 A 哈 cape cape I kite kiteHike, hike. O, n, oat, note. U, cube, cube. A, eight, hate. E, p, eat, peat.U, d, uke, duke. U, k, ute, cute. I, r, ide, ride. E, eve. O, n, os, nose.好哦，其实这里就有了啦。啊，刚刚就是想说，怕小朋友看到你就知道哪一个分类了哈。好，所以呢，来，我们把这些字都全部放上去。Cute, Duke, Cube, Tube, Nose.老师的空，这个小白板的空间不是很够，所以我把它往上移好了。Note, hope, rose, ride, hike, kite, pipe.Chinese, Eve.Heat, hate, cape, bake, cake. 好，这样都会了哈。好，那我来考考你哦。小朋友，这两个字。
哦，就是差一个 silent e 嘛。Tub, tube, right? Tub, tube. 好，再考一下哦。这两个字也是差一个 silent e。Not, note。Right? Not, note. 这两个字。Kit, kite. 然后这两个字，pet、peat，好，那为什么这个 p 要大写？哦，it's boy's name，哈，这是 Pete 是 boy's name，男生的名字，所以第一个字母名字呢是专有名词，第一个字母要大写，pet、peat。Hate, hate。好，这样子，再一个，还有一个，hop，hope。看看还有没有哦，还有哎，cap，keep，最后一个，真的了，真的是最后一个了。哦 ，pipe，pipe，alright，好，小朋友把这些都熟练，这个都是课本的哦，OK。